早晨，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360财经台，我黄俊宇。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05，醒神前瞻同大家分析当日嘅投资策略嘅。今日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国龙证券投资经理方泽桥先生 Kelvin 同大家分析今日嘅市况嘅。早晨 ，Kelvin。早晨，各位，早晨，大家好。Kelvin， 我个市咧而家去到30,100+啦，30,200都见过。咁咧，我哋个投资策略点做好啲啊？嗱，講緊尋日個股市咧，咁尋日就上升咗差唔多成80多点啦，咁去到30,157啦，咁成交都過1,000亿噶啦。咁其實中觀成個四月嚟講咧，由29,051咧，就升到上而家咧30,157，成交即係嗰個上升咧都有成900多点，946点啦。咁升幅亦都係非常之驕靈嘅，可以叫做。咁而家其實咧，喺條20天线咧就系29,248点，10天线咧就系29,447点。咁暂时嚟讲咧，港股嚟讲咧，都系一个上升嘅轨道嚟噶。咁就算我觉得回调翻500至600点，亦都系正常嘅回调啦。咁总之大家都系，我之前都成日都同大家留讲噶啦。其实总之唔会跌穿呢两条线咧，其实港股嚟讲咧都做比较安全噶。咁呢间个市咧，其实亦都系上升嘅轨道啦。咁但系我觉得中观嚟讲咧，最近咧啲消息已经出7788啦。咁同埋第三季度有啲业绩亦都出咗啦。其实嗰个市场已经消化7788噶啦。咁正常嚟讲，呢个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叫做比较正常嘅一个调整或者系回落嘅。咁我觉得都会挨住30,000点嘅。你话要落翻28,000点咧，喺第二季嗰度就都比较困难噶。咁因为其实咧第一季咧都升咗差唔多成13%-15% 到噶啦。咁所以嚟讲喺第二季嚟讲，我就仍然觉得会做好嘅，仍然都有3%-5% 嘅增幅，就唔会好似上一季咁升幅咁激烈噶啦。咁我觉得会有温和升幅啊。咁但系要升第二季咧，有一个大型嘅调整咧系比较困难嘅，因为始终喺政策层面嚟讲咧，其实一路咧都会系一啲放宽啊，或者一啲加大嗰个额度啊。喺内地嚟讲，我哋都系减税降费啊。其实都见到咧，其实嗰个措施咧系明显嘅，系对港股嚟讲嘅刺激。咁所以咧，要第二季咧，如果要大家系回調翻想入翻啲貨咧，其實都比較難。我會睇翻28,500点依水位。如果睇翻第二季咧，希望有機會落翻依水位，可以做翻一啲咁嘅中小型嘅吸納啦，咁比較安全啲嘅依個水位嚟講。28,500点咧，大概係250天线嗰啲位置左右，算係咪啱啱咧？其實係啦，咁但係嚟講，而家個股市咧都係比較強嘅，咁所以咧，我就而家嚟講咧，都係會喺爭依個30,000点。中間嚟附近度徘徊啦，咁但係你見到美國咧，其實尋日咧就跌咗，美期咧就跌咗差唔多成200点嘅，咁見到其實美國同歐洲咧有啲都係有互徵關税咧，差唔多有110亿啦，咁主要都係歐美啦，有一個對於一啲航空嘅乘客一個補貼喺度啦，咁美國就覺得對佢哋嗰邊嘅盈利或者公司嘅影響啦，咁所以進行一啲徵收關税嘅一啲懲罰性嘅關税啦，咁所以但係咧我就覺得喺呢件事件上面咧，都係其實都係嗰個影響力咧比較細嘅，你見到其實中美貿易戰咧，咁佢哋講緊係2,000亿美元嘅一個嘅貿易關税噶，咁相比佢哋100多亿咧，其實亦都係收得税啦。咁第二嚟講，其實歐洲嗰邊咧，其實啲國家都比較多啦，歐盟嚟講，咁美國唔會長時間對住依啲國家咧，佢哋徵收嘅關税噶，因為始終嗰邊嘅國家比較多啦，咁佢咪即係人多勢眾啦叫做，咁所以嚟講，我就唔覺得呢件事可以繼續發酵嘅，咁所以我都係覺得呢個正常嘅調整啦。咁所以大家個都是投資者亦都係留意翻啦，中美貿易戰啊，同埋內地嗰邊有啲新嘅刺激政策咧，會刺激到港股比較合適嘅。咁但係呢啲咁嘅即係負面因素，我就覺得唔會有咁影響個大市，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嗯，咁簡單少少講，即係大概等佢回到大概28,500啲位置附近，咁先慢慢再吸納翻貨咁樣，啱唔啱？如果喺第二季嚟講咧，就係講28,500啦。但係短期嚟講，睇下會唔會跌翻落去嗰條20天線啦。咁會係29,248点至29,447点呢啲位置啦。咁如果希望如果短期之內落翻呢啲位咧，咁可以作出短期嘅吸納嘅。咁但係中觀嚟講，個股市亦都比較強勢。我覺得如果今日咧，雖然美國咧，尋日咧係跌咗成差唔多200点嘅，咁但係
係如果要港股今日會落翻，例如有個較深嘅一個嘅調整咧，我都覺得比較難嘅。如果你見到今日港股係可能去到三四百點，我覺得喺一個突破嘅時機嚟㗎，短期嚟講，因為始終呢件事發酵，即係講緊係歐美國對歐美徵收關税呢件事再度發酵嘅機會咧係比較細嘅。咁所以如果一個叫做小型嘅調整啦，我覺得呢個時候咧都係可以一個短期吸納，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嚟嘅。明白。咁啊，如果板块方面啊 ，Kevin 会点样睇法？板块方面咧，咁寻日咧，其实内地一啲嘅一啲嘅内房股咧有啲炒作啦，咁主要系炒作一个户籍改革嘅开放嘅，咁取消咗人口100-300万嘅落户限制啦，咁人口300-500万咧就全面放宽嘅落户限制嘅，咁亦都有利一个其实咧内地个都市化啦，亦都有啲内地嘅一啲嘅农民啦，咁迁移过去一啲嘅內地一啲開發城市啊，其實都有利佢哋嗰邊嘅生活啊，或者佢哋嗰邊嘅福利啊，各方面都會有影響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內房股咧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嘅。咁但係中觀嚟講，其實咧一月至三月嚟講咧，中觀佢內地嘅內房股咧升幅亦都係偏大啦。咁所以我揀股嘅策略咧就會揀一啲比較第一至第三月咧佢哋有啲明顯嘅一啲增幅嘅股票噶。咁例如一啲我可以推荐两只啦，咁第一个就亚居乐啦，3383啦，咁其实佢哋第三个月咧个预售金额咧就升到117亿人民币嘅，咁上升幅度咧有33% 啦，咁澳元啦，其实都系佢哋咧都系上升咗成39% 嘅，咁去到59亿人民币嘅，咁其实我都系拣股咧，其实都会拣一啲系第一至第三季咧，佢哋有一个明显嘅增幅啦，同埋佢哋土地储备咧亦都足够嘅，咁所以你见到虽然呢两只股票咧，其实都系有一个明显嘅增幅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喺今年嚟讲咧，内房股咧亦都仲未升够嘅，仍然一个有持续嘅趋势啦，咁同埋你见到咧，其实內地嗰邊咧，對於一個內房嗰邊嘅限價限售咧，其實咧都已經有一個放寬嘅趨勢。你見到率先咧話濟南咧，其實已經取消咗一個限價令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但係你知道內地一啲嘅取消一啲限價令咧，或者取消一啲政策咧，咁佢哋都唔會大肆去高張啦。咁所以都唔會喺國即係例如你見到報紙啊，或者喺雜誌度都唔會明顯去講呢啲咁嘅事件，因為始終都會驚令到嗰、那個即係驚啲令到個價格啊突然之間上升啊，或者啲人蜂擁而買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趨勢嚟嘅。咁而家係低難啫，咁遲啲可能推行到其他城市咧，所以我覺得內房股仍然係可取啦。咁特別係一啲嘅一啲嘅增長嘅潛力嘅一啲內房股啦，例如亞居樂啊、澳元啊依啲咧，其實亦都可以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內房股依個板塊嘅第二季嚟講。係啊，亞居樂咧就個價位又曾經落過8.09到啦，咁但係近日應該上翻13元左右。咁調翻轉嘅澳元咧就3883咧，佢其實之前大概喺4.09啦，係啦。咁而家上到9.92左右啲位置咧，其实会唔会边只会譬如话直播率较为高啲咧？嗱，其实澳元嚟讲，虽然而家破晒顶噶啦，其实就即系叫做12个月高位噶，但系咧你见到佢市盈率亦都唔系太贵嘅啦，亦都系而家讲紧系9.0。咁其实澳元咧嗰只增长咧，其实都会比亚居乐咧系比较强劲少少嘅。如果进取嘅话咧，我就建议可以喺呢个澳元啦，咁佢可以落翻去睇下先，落翻去一条十天线啦，9元到至9.4呢啲位置咧，我就觉得可以吸纳嘅。十天至二十天线呢啲位置其实可以作出吸纳啦。咁暂时嚟讲，因为呢两日嘅升幅都亦都非常之明显啦，咁我觉得系回落翻去9元呢啲位置就比较安全啲。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啲位置啊，作出吸纳嘅。好啊，澳元大概9元呢位置左右就再考虑吸纳啦，咁样。咁嘅亚居乐。亞居樂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亞居樂係啊，亞居樂又暗盤價大概13.08到啦，係啦，係啦，13元到啦。嗱，亞居樂都係落翻條二十天線啦，我都覺得會比較安全啲嘅。咁會喺12.2依啲位置啦，咁作出吸納啦。因為始終而家咧最近嚟講啲升幅咧就比較明顯少少啦。咁但係都要等佢回調翻少少嘅。咁同埋我就覺得第二季雖然
都會有個升幅，但係咧第二季嚟講咧，嗱依家一月至三月咧，其實個銷售額咧都會有增加，但係去到第四個月咧，其實有機會會回落翻少少噶，因為始終個購買力咧喺三月嗰度咧，喺新年之後三月嗰陣時咧就會爆發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個三月佢一定會做好嘅嗰個增幅。咁但係四月嚟講咧，可能嗰啲爆發力咧已經係喺三月嗰度咧消化咗啦。咁所以四月嗰份數據咧就未必咁靚。咁佢 hold 住喺五月頭嗰陣時等啲數據出咗啦，比較差少少啦，然後有一個大型調整咧，然後再出吸納啦。咁呢啲時間咧反而係一個時機嚟嘅。咁大家去留意下呢啲時機啦。留意四月尾五月份啲時間啦，咁再睇下揾唔揾到個靚位入貨啦嚇。咁啊，除咗內房股，我就會講一講咧，係另一個板塊就係內地嘅證券，亦都係可取嘅。咁因為咧，其實第二季嚟講，即係第一季嚟講咧，其實佢哋嗰個淨利潤收入咧，其實相比咧上年同期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叫做大型嘅升幅嘅，因為你見到6881銀河啊，或者一啲嘅華泰證券啊，6886啊，其實佢哋嗰升幅咧亦都非常之明顯嘅。雖然你見到第一季嚟講啦，佢哋嗰個股價個增幅咧都非常之明顯啦。咁但係而家搞復甦或者一啲嘅你見到一啲嘅成交量咧倍增啊，內地嗰邊 A 股啊嗰邊嗰、那個升幅亦都顯著嘅。咁其實係非常之有利一啲嘅內地證券股嗰邊嘅收入㗎。咁所以我就覺得第二季嚟講咧，亦都留意翻一啲嘅內地證券股同埋一啲嘅內房股啦，呢兩樣呢個辦法，我嘅今即係第二季嘅一個嘅推薦嚟嘅。好啊，好啊，內地證券股，咁但係個策略點樣做啲啊？其實都其實內地證券股咧，我啊覺得回調嘅機會咧就比較細少少㗎啦。咁但係因為你內房股咧，其實之前咧都講咗啦，因為佢哋可能每個月都會出啲數據啦，咁所以等佢有啲機會之下咧，然後先至吸納啦。咁內地證券股咧，其實可以而家今日咧，其實尋日咧已經出咗啲數據，都非常之唔錯噶啦。咁其實可以喺呢啲現價咧，我就反而覺得可以吸納嘅，因為之前咧上半個月咧，其實升幅咧亦都唔會咁顯著嘅啫。咁所以呢個月嚟講咧，其實我都覺得咧，內地證券股咧有機會跑贏個市嘅。咁例如6881啦，而家都係挨住5.46到啦。其實呢個時候咧，嗰個價格亦都係比較吸引少少嘅，咁可以去到5.28啦，呢啲位置睇下今日有冇機會落到呢啲位置咧，咁作出吸納嘅。O K， 明白。咁啊，時間差唔多啊 ，Gavin， 麻煩你補充一下好嗎？唔該。不如你聽到。係，麻煩你總結一下好嗎？唔該。好啊。今日咧個股其實尋日個股市升咗成80点啦，咁其實咧最近嚟講都會徘徊喺30000点呢啲位置嘅。咁中盤嘅股市咧，其實都會喺呢個20天线啦，同埋10天线以上嘅。咁20天线咧就29548点，10天线咧就29447点嘅。咁個股市嚟講咧，其實而家咧喺依個就算回調翻500至600点，其實亦都係一個健康嘅發展啦。咁始終喺依條線挨住依條線樓上咧，亦都係一個叫做非常之叫做安全嘅一個嘅指標嚟嘅。咁大家可以喺留意喺依個線位附近吸納一啲港股咧，就比較安全同埋適合嘅。唔該曬。好啊，咁啊 ，Kevin 頭先提及個股票有冇持有相關權益啊？未持有相關股份嘅，你有持有嘅。好，唔該曬 Kevin， 麻煩曬。好，拜拜。拜拜。